Hello Beauty 美人圈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茉莉。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你们会天哪这也太美的一些新的化妆品。首先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来看我今天的妆容，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高级，特别的闪闪动人。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比如说出席活动啊，或者是派对上面，我的一些可以立刻吸睛的妆容。我一定会使用的就是这种打亮的，来你看这个打亮粉饼上有没有发现什么细节，它上面竟然有一闪一闪亮晶晶。哦，现场非常的安静。刷在我的这个颧骨这边，亮亮的金属感，所以你在那边跟人家打招呼，嗨，那边转来转去的时候，人家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刺眼？原来是茉莉的脸上在发光。然后再来呢，我的眼影，我跟你们说，你有这个眼影呢，你就拥有了全世界，因为它就是浅色、深色、中间色，不管是上下左右的颜色都给你。通常呢，我在前面的地方我会使用比较淡的颜色，然后后面再用比较深的咖啡色去做这个晕染。这样子的话，你整个眼睛就会看起来比较大。再来，女孩们，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要来这边开箱。还好啦，欢迎来到我家。来，今天圣诞聚会在我家。没有啦，这个布置还好而已啦。帮我后置那个光，还是不能后置。它里面呢，就是有五支唇膏，唇膏的这个上面呢，都有印这个星星，它是限量的。唇膏拿掉之后，其实你可以当成手拿包。以上呢，就是茉莉的小介绍，分享给大家。拜拜。